好，好的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王永正在吗？哎，你呢？刚出去。王永正。王永正。哎，同学，不好意思啊。王永正。哎，我正好要找你。干嘛？跟我去一趟办公室吧。我想单独跟你谈一下，不想当着张爱人的面。不是去我跟张爱人办公室，去见一下董教授。走啊。